7月25日上午10时 ,TFBOYS 6周年演唱会门票在大麦网独家发售。随后王俊凯微博质疑大麦网提前大量锁票，对此大麦网作出回应称，25000张票品3分34秒售罄，均为通过粉丝特权验证完成的购票。随后认证为 TFBOYS Fan Club 官方微博的 TFBOYS Fan Club 表示，本次售票严格按照6周年演唱会购票说明执行，与粉丝共同抵制一切售价及高价出售演唱会门票的行为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